有人追车，你停一下吧。公司有规定的，中途不能停车的。对啊，师傅，你停一下吧。停一下，师傅，停一下吧。停一下吧，停一下吧，停一下吧。太危险了，师傅。对呀，帮帮忙，停一下。那好吧，我等一下靠边停车吧。 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，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，阴差阳错出了岔子，怎么就让严小晨吊打了呢？更离谱的是，他的爸爸不依不饶，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。小小，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，做你喜欢做的事儿。 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不是我爸。身份，你母亲已经确认过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绝对不是我爸，我爸没死。姑娘，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舒服一点，啊。我为什么要哭呀？我哭，小陈，我爸死了吗？ 来，终点站到了啊！
下车吗？ 下车吧，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。 就算你这个样子，躲在车里不说话，它也不会形成一道屏障，帮你来抵御外面的世界。好，既然你不想下去，那我就跟司机商量一下，看怎么样。 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。你还没吃饭，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我给老李打个电话。我求你了，别管我了，你走吧。 不管怎么样，你能开口说话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，你要有什么想说的、想骂的，发泄出来，别憋在心里。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？ 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，不想看到你难过。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？ 只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掉到我爸，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，他毁了我们一家，让我现在，我真跟生活在一起，我跟他结婚了，多可笑！都过去了。 这一切都过去了，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是侯月珍，也不是沈侯。你刚才也都听到了，沈侯他跟你一样，当年只是一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你最好不要告诉他，否则的话。 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，自责跟痛苦。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，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。
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？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。如果你现在不想回家面对沈侯，你可以先去我那里，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，再回去。